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餐厅了。耶，谢谢你们呢，辛苦了。一会儿见。嗯，白银，那他们也厉害啊，男孩。嗨，帅哥，帅哥，帅哥。喂，你好。Thank you，辛苦晒哈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这个你们意识了没有，大厨？Thank you，大厨。哎呀，好厉害。我都听不懂了，没有，对不起，开玩笑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要煮什么了？首先我现在会教大家煮一个意式蛋饼。嗯，这个意式蛋饼最重要的是有牛奶。牛奶是，那就不用去找其他了，肯定就是要 QQ 星。为什么？我女儿最爱的。嗯哼。先要将鸡蛋打开。看你我来打吗？不会打。啊，打得挺好的。到你呢？哦，好厉害耶！两个男孩子真的是不错啊！哈，把他搅晕哈，不要对他那么温柔。啊，不要那么温柔吗？搅拌一下，全放下去，然后搅晕一下，让他们的味道更浓，对不对？最后搅晕之后，然后蘸牛奶。这个就到你来喽，继续，继续。哦，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剩下的我可以喝吗？对，可以。继续放吧。最后又放一些盐、黑椒，盐、黑椒，要老一下。先别喝，可好好喝。对。哎，大姐就非常懂得去照顾你，包括让我们切水果啊，就拌东西啊，她都会细看做一下，然后再让我做一下，就是分着来，就是平分给我们。所以我觉得她非常非常好。下一步是切这个香蕉，香蕉，香蕉，我以为是香蕉呢，我终于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了，我太开心了，你们知道我多好了吧？还说我的普通话怎么样？现在我真开心了哈，这个放在哪？这。要用这个东西垫吗？蛋糕哎，闻起来就好香啊！是啊，现在不可以做的意式蛋饼早餐，含有西葫芦火腿、黄豆、番茄、QQ、新鲜和泰尔马甘了。好啊，我们成功了。会比较早的就开始吧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欢迎光临，里边请。都来了。来对呀。这是我跟大厨还有两个帅哥一起去预备好的。哇，这边有新朋友，妹妹啦，姐姐，那个是匕首。我女儿他们已经在讨论你。好，你不要当真嘛，对妈妈漂亮的人家。我们都很。在小花园里。你要不要站起来？站起来吧。你那么喜欢表演。嗯。来，站起来吧。他想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哦。By faith, he step. By faith, to live. By faith, I put my trust in you. I walk by faith, each step. Every step I take is a prayer.其实一路是一路看吧，好吧。哎，你找到歌了没？快点！找到了耶！演唱会都结束了。Hey, I put my trust in you. 耶！哇，还有菜啊？还有菜吗？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那要掀开吗？开吧 ，QQ 星，这里想跟我们说什么呀？今天妈妈们会在迪士尼乐园酒店精心准备一场特别的舞会。而宝贝们需要各自组成队伍，在迪士尼乐园内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参加舞会。他们究竟能否向新朋友成功发出邀请呢？好，在。那是这样的，昨天呢，你只带三个，如果你今天选我们的话，就多一个呢。没关系啊。真的吗？真的没关系。那就辛苦你啦。那你们两个就好好帮我看着第四个小孩呢，爬下去，爬下去，爬下去，对啊，栗子哥哥，怎么了？
Give me five， 我们还没 give me five。啊，你说，我觉得七宝没有来还是有点，我帮他去找个他应该会喜欢的小，好不好？这个提议，那你出发，把任务做好。好，加油！走，晚上开舞会。我有点害怕，是他们第一次尝试之后给人拒绝了，他们不再做了，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受打击就可以去邀请小朋友了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了，好吧？走吧，快，这一个。你想不想去我的 party？想不想去我的 party？ 你想去我的 party？ 哎，这有两个。你想不想去我的？没事没事，就他们是害羞，没关系的。因为一开始我是怕孩子们受打击，万一闹什么别扭什么的。你想不想去我的？party， 七点半我们有个 party， 想去吗？想去吗？跟你说话，想去吗？哥哥帮你拍个照，然后这个邀请卡给你，然后等我来参加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你想不想去我的 party？ party？ 呀，就是我们七点半，你听懂中文吗 ？English。英文啊，你跟他啊。Zoe say, Zoe is your turn. 楚儿的话，他还是有一点害羞的，对，但所以我就一直在鼓励楚儿，我说你看妹妹都这么勇敢，你也跟着妹妹一起啊，就两姐妹一起。姐姐快，妹妹都去了，快。I want to go to the Cinderella. And the Cinderella.OK. One, two, three. Do you want to go to our party at night? I don't know whose party, but there's just a party. Match me. One, two, three. 你想不想去我们的 party？ 他不理我。他不理你，你也不理我呀，嗯？你想不想参加我们那个 party？ 又不理我。你想不想去我们的 party？要不理我。关键点。耶！然后耶！耶！哎！耶！耶！他理我了，刚才。理你了。他答应来参加 party 了吗？对，他答应了。你想不想去我们的 party？ 我在我爸爸那里7点开始。走吧。好。耶！耶！然后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。啊，人家叫什么名字？你是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高端。高端。高端。来，站这。快过去啊！拍照之后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走，去别的地方。谁想去我的 party？ 这个算不算一个小朋友？